来，我大别墅随便坐。思恒回来了。思恒哥哥，这是你们家保姆吗？怎么这么丑啊？楚楚，别乱说话，这是叶夫人。什么叶夫人？怎么可能？思恒哥哥，短短三年，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做到快要上市的商业奇才，无数女人趋之若鹜的男神，怎么可能会娶这么个丑女人？诗英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让你收拾完这些垃圾，就给我滚！你在愣着干什么呀？怕我不够丢人现眼是吧？我刚才在打扫卫生，没看见消息。你刚刚明明在玩手机。诗英啊，你做错事情，我可以原谅你，没关系的。但是你不能骗我。我没有。狡辩，还在狡辩，就这么一点，这么点破垃圾都做不好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老公，我真的没有，真受够你了。枪，怎么把枪了？原来，离婚协议，你早就准备好了。